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B 哥。好快，周末又来临了。今天也是要去两个地方看一下，然后就回公司。这只有两个地方了，今天顺顺利利吧，把这两个地方搞定了，就可以回公司做功课了，开工了。因为我今天这个我的 GoPro 8，我买了一个新的那个装备，跟它套下去，因为它自带那个本身自带那个麦克风，我现在是在尝试一下它的麦克风好不好啊。然后到时候再决定要怎么办，因为 GoPro 8的话呢，我到时候想放在头上面这边录制，然后这个 GoPro Max 是因为它的那个有一个广角镜啊，那么我这样拿手机的拍摄会比较怎么讲，比较方便。不只是广角镜啦，它有这个两边嘛，两个镜头，所以我只要按了前镜后镜，我都从这边看得到。可是呢，这个狗巴呢，它只有一个镜头，就是前面的那个镜头，就有点当我假如说转过来的话，我看不到镜头，也不知道我拍摄录的那个位置会不会正确。而没事啊，狗巴也是不错。那时候买这个 GoPro Max 的是因为想要它的那个，想要试试看录制它的那个360度，可是它的360好像不是很好。觉得啦，总觉得那时候因为我用过那个 Instant 去360，所以那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有一个体积又薄，现在是试试。不然就今天的早餐面包。